哎呀，那你师哥除了那些看不见的黑痣，好像也没有什么能看得见的本事了呀？啊，多的是，我亲眼看见他在山谷里大喝一声，所有的老鼠头，那也就是个老鼠头子。哎，孔雪莉，你这人怎么搞的？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还真有神一般存在的人呢？他们就是可以呼风唤雨，无所不能啊！因为你们不懂科学，张华的事儿是你们做的吗？不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？真不是我说你，你还不如扮成真的孔雪莉呢。那个小胖子随便一问，什么都说了。哼，算你命好。我和你师哥打赌的事儿知道吧？知道呀。我觉得你也是真天真，所以来给你点颜色看看。我师兄是我们紫微星最厉害的男人。没人能杀得了他。你试试呀，熟人下手很有优势的。嗯，要策反我呀？我对我师哥一片真心，你别费劲儿了。行了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见陈天官。走，走。哎呀，郑强。哎，那个安排给你的任务办妥了？看你最近有点懈怠。哎呦，您放心吧，别有什么岔子。大人，我没死，让你失望了。行，孔雪莉，没想到你还留了这么一手呢。大半夜的叫胡汉生调兵来，就为了这点小事儿，值得吗？啊，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我的一条狗命而已。你俩又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个人太淘气，准备调教一下。张驴子，哎，你说你为什么每次碰到孔雪莉你就栽跟头啊？我都替你害臊，丢不丢人呢？啊，别说了，我想自杀。哎，别脏了我这地儿啊。别着急，等捉到了你师哥一起杀。我师哥来了你早死了。哎，孔雪莉，说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听说县长把我的小伙伴给藏起来了。何将军让我好好招待他们，我看他们好像是特别的怕僵尸。这降城啊，就属牢里最安全了，我就把他们带过去了。我希望县长放了他们。我要是不放呢？宣统三年，收赵员外银元10000两，其子无罪。民国二年，收张驴子银元50000两，杀孔雪莉。宣统一年，强娶桃阳村民女兰儿。啊，哎呀，不是这个兰儿。啊，花了5文。你还有完没完？我爷，陈大人，你可以呀、啊！一个黄花大闺女5文钱，你可真大方。给我，不给，打你，你打，给我，咬你啊！让你咬！等等，来人，拿去。想要就说嘛，那么凶干嘛？这样的小册子我还有很多，都藏好了，你肯定找不着。想聊聊吗？无耻，下流，下流！哎，兰儿，收好。哼，想不到孔雪莉，你还留了那么多手啊！这样吧，你如果能帮我抓到杀死张华的僵尸，我们就和好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别太想我，宋康。哎，好。哎，请。我说你真的有背手吗？我没有啊，你有吗？没有啊。你也没有啊。哎呀，小铃铛是你吗？
你谁啊？你知道我名字？我当然知道你的名字，我还知道你拼命想嫁给孔雪莉，对吧？拼命想嫁给孔雪莉的人是我，还有他。哦，他果然没骗我，这么多女孩子喜欢我，我应付不过来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事到如今，我不能隐瞒了。我就是孔雪莉，你们三个都可以嫁给我。去死吧你！你这个泼妇，我是不会娶你的。呸！我想嫁的人是孔大哥，谁要嫁给你啊？我就是孔大哥，你是不可能嫁给我的。呸！小铃铛，他亲我。胖哥哥，你就闭会儿嘴吧。哟，你们开会呢？走走走，废什么话？